客人，钱塘门到了。咱们下去吧，这伞。哎呦，又下雨了。是啊，又下雨了，日货是好。真是的，这伞。不妨，这伞小姐拿去，我改日来取就是。多谢了，请干。谢君子恩义广，一定同方，小姐慢走。我叫我王川秋水，
家名段，梨园弟子争奇斗艳，赏心悦目，戏曲文化薪火相传。名段欣赏，敬请收看。杀了蔡少炳，虽然是
明的动静，他们正连成一气要向朝廷告你呢，凭他们去告吧，每届奉旨之事就知道这是一场恶战，这生死祸福早已置之度外了。自奉神明说